高进行仪不朽传奇，欢迎收看高进传奇。明代宫廷斗争一直无停过，尤其是万历一条为期数十年的国本之争，那地书真侪官员遭受贬官，就连寒山大师甲达官大师，拢前后甲这件代志有所牵连，受到影响。达官大师更加因为妖书案，不幸含冤被捕，身陷囹圄之灾。妖书案拢总发生过两摆，起因虽然无啥相共，但过拢是有人化名撰文来议论太子之争。然后趁机会攻击敌对的党派，引发冲突，所以伫朝堂引起真大的风波。啊！那甲达官大师有关系，是第二摆妖书案。这个时阵，明神宗早得建立皇中主自上都为太子。但过，唔知是想写一篇蓄有威风义，这只第几回是要换毒，杀家己后生福王自上顺就位，严肃鬼王，了神宗真生气。下令当场任命为全面搜捕奸人，一时间京城闹个是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在妖书内面，皇宫作是第几回帮凶的内阁首辅新一冠，甲大学士朱经，除了赶紧上诏为家己辩护以外，新一冠归去借着此案。无偌介意职员真深的东林党人士心理过即些顶人，因为心理伊向甲达官大师交好，安那过即些个家己心灵牛，佫是达官大师的属家弟子。伊伫甲达官大师往来书信当中，捌真侪摆讲到寒山大师动车时私闯神医的冤案，两人。佮讨论讲要安怎营救寒山大师，而且积极行踪拆除海印时，讲真侪行踪的歹话，加上达官大师当时为了请求朝廷停止派出控监税署来征收民脂民膏的事宜，四界奔走，嘛受到真侪既得利益者的不满，这个代志都害达官大师。从牵连入去风波之中，其实达官大师原本是有机会远离家书去避祸的，伊的弟子嘛拢写批苦劝伊离开，也毋过大师认为讲，车破一足发条，断发如断条，岂有断条之人惊人义气，用来表明家己。既然无愧天地良心，那就要出走的功德心志。同时，为着伊有关博道圆满完成的平生三大憾事，罗汉不归，今我出世一大福；控水不济，今我救世一大福；团丁未消，今我惠民一大福。所以，达官大师。坚持要到底行下来，想袂到，离开了后，达官大师在当场甲金密卫的严刑拷打之下，最后竟然因为党项不敌，遭化在牢狱之内，岁寿61岁。按照史书记载，达官大师的弟子古树周学廷，在听讲大师已经立立完了后。赶紧走来监牢探视，周学廷望达官大师发帖讲：“师父去了好，去了好。”想袂到达官大师的目睭熊熊个睁开，向周学廷微微笑。迄时阵，大落来传出芳气，真久拢无散开。达官大师一身结骨流长，伊。英明精进的护法尊者形象为后世敬仰。大师发心牵连的洪七宗，
就是咱即马实地的嘉兴宗，对佛法的流传广播有真大贡献。啊，那达官大师的离世，佫会对寒山大师带来甚物款的影响呢？今仔日的高僧传奇，咱要继续来向各位介绍寒山大师传奇的一生。西元1603年，万历31年的12月，58岁的寒山大师，听讲达官大师晚死伫大牢当中的消息了后，感觉真着急佮不舍。寒山着急想要去京城吊唁，也毋过路途遥远。佮再讲，即、这个时阵的寒山犹原是戴罪之心，大师最后也是无度如愿。达官大师圆寂了后，伊的弟子按照伊的遗言，将遗体带伫北京城西郊的朱慧西瓜。经过13年后，达官大师的肉身犹原端坐如新，完全无损害。大师的弟子就将灵龛运返去浙江省的径山，而且伫万历44年11月，才总算由高龄71岁的寒山大师亲身举行道别仪式。伫道别法会上，敢若看到寒山将火举起来，大声念一段祭文了后，大师就用火伫半空中画一个圆箍啊，佮做一首诗结功。自中跳开双颈纹，同心涌出光明中。真中如人逐眼看，一回书信无家中，用来纪念达官大师。后来将达官大师的写字供奉在径山文殊台塔内面，世人佮号作是积贝塔。寒山大师佮写一篇文情并茂的达官大师塔铭，记录达官大师出家因缘、求法的经过，还有大师立世弘法的贡献。当然，这些全拢是后话啊。姚书安爆发当下惊动朝野，就算是远在天边的广东官员，也要受尽办法的阻拦。第一件代志，就是要求寒山赶紧回去到应该驻守的雷州，以免皇帝来找人。所发现讲，一个像刘洪的囚犯，竟然当行动自如，四界乱走了后，搁一摆降罪，离开周客，重新回去雷州的这段期间，寒山因为无别的工作通无闲，搁想起达官大师在世的时阵讲过，这个世间搁无多一本书的注解，会当甲《楞严经》当中的七处因果相对应。寒山受过真久了，决定法官写《春秋左氏心法》，希望借着佛法当中因果业力的道理，来针对政治上不明因果业力所致使的腐败，提醒为政者。在雷州，寒山大师一边著书，一边度过60岁寿辰。这个时阵，在第二摆姚书案也得要1年半，心中甲朝中的权贵，敢若早就袂记得这个洪流放到偏远南疆的回乡，所以寒山自头到尾拢无甲姚书案牵连着。寒山的日子过了清盈，毛兄弟甲弟子越过轻舟海峡，来到海南岛游览。海南岛古早的称庆州，是中国全制皇朝所管辖的领土上南端。自古到今，就是朝廷贬谪政治犯上介好的选择地址。这其中上介出名的，就是北宋的大本侯苏东坡。寒山一向仰慕苏东坡爽快性情佮过人的才气，所以这摆有机会前来游历。和这个已经年顺之年的老人欢喜到亲像囡仔同款，
三步合作两步，一路苏东坡的故居共龙庵参访。刷下来，寒山一群人搁去当地名胜金滴泉、甲明雄塔院，而且倒宿伫塔院当中。寒山伫青州住十外天，捌真侪摆登上七层宝塔，欣赏青州如诗如画、如梦似幻的明媚景致。某阵，大师伫咧参禅，忽然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伫心内闪过。寒山马上站起来，登上塔顶看，一看不得了，让寒山惊着了。原来寒山参修是开天眼，有神通感应同款。看着青州的山川大地，四界都有一股无形的小气，倾向天顶。然后一部生灵多团，楚慧桥等的参的景象，在面前闪过。寒山了解，这是青州伫要有大灾难发生的征兆。第二天早起，伊赶紧叫众弟子到街路散布消息。经过当地居民，赶紧离开青州去避难。想当然，大家拢把寒山当作笑的看待，完全唔相信寒山的言论，感觉大师是个吓惊人。只不过，这种灾难预言传久了后，难免会造成人心浮动。何以雄甲寒山交好的地方官员，嘛只好出面警告寒山，唔准阁乌白放出风声。寒山真无奈，伊想讲，凡说是青州人的宿业，注定要遭受处决。大师只好私底下上京消灾，回向予青州的百姓。就带地主赶紧渡海就北。果不其然，寒山回去到雷州才半个月，青城就发生强烈的地动，青州的厝会当讲全部拢搬去啊，连明冲塔也无法度闪过这灾难。滨海一带搁有72位村庄直接沉入去海底，伤亡非常惨重。活下来居民，这个时阵才受到寒山的预言是真实的。但不过，搁较安怎后悔嘛袂赴啊！众人除了从此以后将寒山当作是活菩萨同款崇敬以外，搁较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拢发心向善，奉行佛教正法正道。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不求闻达四方。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感谢您无私的爱心，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话拨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寒山回去雷州了后无偌久，又阁回去到造溪，继续伊重新组亭的事业。虽然大师离开一年外，但过南华寺每一个殿堂的重建工作，有关进行了真顺利。偏偏在这个时阵，寒山竟然抓到寺院内面有少数的僧人无遵守清规。一直偷偷买酒入来寺院内面，这让大师感觉非常生气，叫人将香板摕来，准备要好好处罚这个犯戒僧众。众僧人行到赶紧向寒山悔失的悔悟，佮辩解讲，因其实是买酒买来予灵通使者啉的。因讲的灵通使者，就是讲。玉座金身上的边啊，有一座金色头毛、西方人面孔的雕像，人家号作是灵通使者。相传灵通使者本来是一位波斯国的王子，因为仰慕玉座慧能，专工远渡重洋前来皈依。这位波斯王子
对佛法真虔诚，不过伊真爱饮酒，安怎拢改袂掉？因为六祖毋是一个古板的人，所以温存伊伫个无人的时阵，会当偷偷啊饮一嘴啊。破树王住死了后，南华寺的和尚就替伊铸造这座参像真人共款的铜像，栽伫个六祖边啊，作为六祖的使者。使者的头戴布帽啊，手内佫摕当年用来戴酒的陶板。铜像采好了无偌久，怪事就发生啊！原来有一挂在南华寺烧香的信众，伫陶板内面倒酒供奉，想袂到等第二天有人过来看的时阵，上供的酒已经化作水，无酒味啊！使者头壳顶应该地价者布帽啊，嘛歪一边，而且每一摆拢安尼。南华寺真众个信徒，全拢认为讲这是使者显灵。破树王子在世时阵爱饮酒的名声，嘛安尼传开啊。后来只要过几天啊，都会有人来供酒给使者。这个传说，寒山渡到南华寺就听过啊。严哥，伊原本就无相信这类民众家己想的笑话，所以就无加注意。搁再讲大师，感觉灵通使者对伫六祖身躯边修行，算算的毛几啊百年啊，应该早已有所成，别哪有可能搁沉迷伫个酒味咧？有甘伊解，乃是佛法之根本根基，为了佛门清净。为了专师师长的修行的设想，寒山坚持要废掉和使者供酒的坏习惯。按来伊修身来做的，就是将这条充满灵异色彩的传说查清楚。寒山派人私底下观察，又过去查阅南华通志，访问做客的老者，一站一站调查之下，大师发现讲这个传说。自头至尾，拢是精灵为了破戒饮酒所编出来白贼话。寒山为着入戒，所以决定替灵通使者解酒。这一天，寒山大师将全寺的僧众拢召集来六祖殿，烧香并过祖师甲使者。随便祖庭从今以后，不管是有情无情的众生，拢总拢袂当饮酒。爱严守戒规，说得来，提出伊事先写好的为灵通使者解酒文，念讲：恭维灵通，无问所长，既从佛法当合之功。使者当初听做讲法，本来无物如何不达？既达本无，我问何有？岂有真空？年好饮酒，祖师教人饮甘露浆，非以自接灌出口腔。我观使者不离祖师，将的听法岂可不知？知之既真，我之已久，人有何迷，自用家丑。我为使者绝无此情，无情不达，人以为真。大家分别，你也犯罪，是以祖师岂不为累？我盖众生不喜饮酒，将以使者变为酒客，众生坏法，使者为冲，今日不止，颠转希望，车处未发，终临凋败。我愿使者早为之计，六经护法。请将出世，使者不应，谁敢客气？我今接手哀命祖师，贴地献幡，破除愚痴，打破疑团，对嘴阴气，坐证无生，当顶佛地，今后供养，三德六臂，使者受用，以作无疑，以此护法，功德无比。对我亲情，
顿消顿止，人缘正义，孤木逢春，山河大地，强转法轮，金句。宣读完，韩山当场拍破死者手内短酒的陶罐，以示其决心。除了这以外，大师阁命令福生寸步不离，守伫个死者身边啊，唔准任何人用任何理由为死者敬酒。安尼做了后，无人会当有心走来倒酒，然后偷偷啊将酒换做水头啉嘛。伫做客重建祖庭的寒山大师，阁会有甚物款的故事呢？更加侪精彩内容，请等待后回分解。